大家好，我是手残大叔。黑神话悟空第九期视频来了，这期要挑战三场 BOSS 第一场 BOSS 第二场，主场本身是主要场景，你说游戏我天天就有两天，我在这边等 BOSS 两下，然后我想把火化结果发现有工作场场合，我现在中间有一群羊水干得漂亮，攻击阴高阴高阴高，哦对了，打败虎三公主之心，有兴趣的可以搜索一下。回不大无处，你是个习武叫做狼。然后第二场是主线任务的时间峰，这边友情提醒下，最好先把石敢当支线做完，石敢当就在红色箭头那，需要找六个佛头可以自己走的，然后再点那个石敢当就会起身，再然后两块石头就会开始布，我们只要在旁边看戏就好，最后打败赢的那个石头就可以。我这里开始也不知道对了，打败石先锋后才知道后面又单挑，别看石先锋攻击慢慢悠悠的，单挑还是挺难的，特别是加一
第三次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杂鱼 ，boss 其实是个金手。第一次见面会让我们先去打败时间峰，打败后再过来对话，他才会变成 boss， 没啥难度。知识提升1300，售价10000，我开始以为是啥好东西，结果就是拿来卖钱。售卖价格是妥妥的奸商，购得的时候记得做朋友。好了，这次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大叔，下期再见。